我们今天要来穿越这个森林，哇，这森林好茂密哦，满满的，看不到天空了。这个好像是黑森林，对不对？超音符，然后这里有那个树哎，那个挡路的树，小砍树的那个可以用的。这个是什么？三颗绿宝石换哦，零一秘传机器零一砍树啊，三个绿宝石换一个砍树，这是要我们自己砍吗？好，现在居然要自己砍，好，得到一个砍树的机器，然后就是砍这里吧，看一下这边有路，可能有东西哦。还跑了一大圈。这里有没有东西啊？哇，这个路有点多哎，有点多条路哎。啊，有人撞我。我以为是宝箱嘞，红红的一颗。这边绕了一大圈，结果没东西吗？感觉会有东西的说。好，糟糕，好像乱跑乱跑就迷路了。突然找不到，这里怎么有一个楼梯？这个楼梯怪怪的，怎么放在这里？是放错还是怎样？好，糟糕，我们好像不知道回去的路了。哇，黑森林不能乱跑啊，一下就迷路了。而且这边它整个盖住了，所以小地图也没有用。那边有房子哎，看一下啊，这里，好，我们还是乖乖砍树好了。好，整张不见，瓢虫掉下来，整棵树直接不见哎。好，还不错，砍一下就好了。那这个是不是那个森林里的祭坛？这一带的话是雪拉比对不对？雪拉比好像会在这里出现，但是好像要触发什么事件，我有点忘了。因为我记得之前在游戏中好像没有触发到雪拉比的事件，记得好像还蛮复杂的耶。有点忘记要怎么遇到雪拉比了。这边怪物点等级都蛮低的耶。好，那边是出口了吗？这边还有路吗？先稍微看一下好了。这里有高墙。好，没有买砍树的话，应该还是到得了这里啦，只是可能要绕很大一圈，绕来绕去才有。这里好像是我们刚刚有经过吗？可能没有。哎呦，闪光快没了耶。这里还是绕了这么大圈耶。好，最后绕还是回来这里。哇，这里果然也要用闪光，不然这个超暗，这个超暗的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可以往前进喽。好，这应该就到下一个城镇了吧？有那个苏利普，这里的等级比较高哎，小拉达，我们的连环梯。好，这里是 Golden Law， 黄金市对不对？这也是超能力系的样子，然后好像会有一些百货公司，对不对？这有一个大百货公司啊，想练一下我的美丽羊超能力系的话不怕格斗啊，特防好像很高，我直接用物理系的。超能力系好像怕恶系的吼。没有恶系的招式哦，绵羊升三级，苏利普的这个经验值还蛮高的耶，好赚好赚，坡坡顺便练一下。好，那这里好像还蛮好练等的哦，这边的敌人等级都比较高了。被他封印了，电光闪被封印了。好哦，经验值很棒耶，经验值不错耶。好，这里不错。好，那我之后再来偷练一下。我们先去城市好了，先看一下城市。在这边。这个是百变怪耶！哇，百变怪应该蛮稀有的吧？百变怪，他跑走了。
百变怪，我想抓一下哎。虽然这个好像平常很少用。啊，它变身成美丽羊了。好，它变成我的话应该会比较弱。我现在美丽羊比较弱一点。啊，麻痹了。好，那我也让它麻痹。好，这样我应该比较好抓了。抓抓看百变怪好了。宝贝球。好，平常在游戏中其实很少。欸，有抓百变怪，但是它都是拿来生蛋用的。百变怪都是拿来生蛋、饲育用的。因为平常要用它的话，好像不太会用到欸。虽然它变身可以跟敌人越强它就越强，但是有点麻烦，只是会拖得很久啊。百变怪好像不好抓欸。记得游戏中百变怪好像也不太好抓。欸，抓不到欸，这么难抓啊。超级球，原来血量应该差不多了耶，应该可以吧？哇，换一下波波，哎，麻痹了，哎，撞一下好像会太痛哎，我也不能，也不能再打了。爱心球，看我的爱心，进来吧，百变怪，哇，还是没中。可恶，爱心球！爱心球好像用爱心球抓到的那个神奇宝贝，它的亲密度会比较高，但是抓不到，抓不到没有用啊。欸，百变怪这么难抓哦，已经丢了好多球嘞，球很贵耶。我觉得我身旁有两只一直想撞我。哎呦，收服了，太好了！哇，马上来撞我。好，收服了百变怪啦。啊，有一只，好。直接打他。好，我们赶快去城市治疗一下。他血量都归零了。城市好大哦，这里还有哦，凯西会瞬移。欸，我也想抓个凯西耶，因为永吉拉胡弟还蛮帅的啊。我也抓个凯西好了。看一下，凯西，这样我要远远的丢他。嘿，欸，没中。嘿，丢到了。好，凯西十一等的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怎么那么痛啊？打一下就死了。好，我们赶快先去治疗一下再说。啊，这里苏利普好多哦。哦，黄金市哇，有一个大百货公司。黑喷啊，什么黑喷？Big 啊，来不及看，什么？反正就是一个大都市啦，豪华的大都市，赶快来治疗一下。好，不是大都市，感觉里面都没有人。那，啊，这地图真的，应该多放一些 NPC 耶，真是的，有点可惜。好，那这个大地图，大城市 ，Underground 啊，这个是地铁吧？这里可以坐地铁。看一下它的地铁长什么样子。欸，好像也不是地铁，地下道。啊，这是地下道，然后里面有火箭队的那个密室吗？是不是有火箭队的地方啊 ？No entry beyond this point. The door is locked. 不能进去耶，门锁住了。这是不是火箭队的地方啊？感觉里面可以开，因为看小地图里面好像有一个图案，也许可以开。可能不知道任务在哪里。欸，就这样穿越一个地下道欸。好，那这里是奇怪的房子，没东西。这个装饰的好奇怪哦，这个玻璃是代表什么啊？道馆，这个地方的道馆，这个吗？这个看起来，欸，好像不是耶，那好像是火车的地方。好，哇，这里都围住了。哎呦，这里边没东西，好，好，这游戏好像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耶，有点可惜。像游戏中它也会放一些隐藏的东西给你捡。
到处调查就可以捡到东西，但是这里好像没有。啊，道馆找到了，这里是下一个道馆。看一下，好，第三道馆的话，这应该是超能力系的吧？不过超能力系，我这边队伍好像不太好打哎。这也是什么系的、啊？人呢？关主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是 Winsling。A one was into Pokemon, so I got into it。好，大家都进入神奇宝贝的世界，所以他也进入了吗？好，那神奇宝贝真是非常的可爱呢。你想要战斗吗？我非常担心你，我很强哦。好，这家伙是谁呀、啊？看一下啊，应该打得赢吧？我们先派波波上场好了。嘿，好啊，他皮皮哦，皮皮，他是普通系的吗？先来一个，皮皮好像有点硬哎，连环巴掌很痛哎，好痛哦，火焰漩涡，有点强啊，我被困住了，我现在不能切换角色，哇，好强哦，十七级的。皮皮，撞击，哇！被他连环巴掌打了四下，再一下就解决了。哇！我解决他嘞！好险！他用了什么？再来一次，就是让我的招式只能使用同一招啦。好，撞死了！哇！我应该升很多级吧？这个经验值一定很多，十二级了。棉包子，大幅度降低对方的速度。这好像应该比嚎叫好吧？好，大奶罐哎，我看一下能不能让他麻痹。大奶罐好像有点强哇！我现在招式好像不能用，电磁波不能用。我现在只能用冲击啦，因为被皮皮的那个效果还在，再来一次的效果还在。哇！我的百变怪被秒杀。好。好，我先换梅利昂，然后试着让他，不能用麻痹。等一下，他是地面系的吗？大奶罐有地面系吗？我的电系招是不能用。好吧，其他招都不能用。哇，好吧，我们只剩力撞击了。糟糕，他好像有点强。哇，见他很痛。但是我们有格斗系的招式应该还撑得住吧。撑住了，解决了。它只有两只耶。只有两只还蛮少的。好。我们第一装又卡住了。它又不会变成那个东西。东西包跑去哪了？第一装呢 ?Boki 啊。好，有了。停了很久。正式徽章。然后得到了迷人Melo 的招式，都可以魅惑异性的角色。好，这样我就顺利打赢他了。第三道馆顺利征服了，还蛮轻松的嘛。我们靠着力撞击啊，力撞击好用哦。刚好这边是普通系啦，我刚好有一招格斗系招式，所以还蛮好打的。好，这样有三个道馆了，三个道馆突破。好啦，那我应该我想去商店买一个东西耶，现在球有点不够用。好，这是哪里？这有点大，有点难找位置耶。这里是那个花花商店哦，就是这个啦，杰尼龟水壶哦，这个是给那个什么胡说树。我们用这个金龟水壶，然后浇在胡叔叔上，他就会让路了。就是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花店的样子啊，金龟水壶。好，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去那个胡叔叔的地方了。对，那边好像是主线正常要走的地方吼。好太好了，那我这边要先回去那个
我的那个神秘宝石中心在哪里？好难找哦，应该这里吧。话说这里的商店应该是那个百货公司吧？等下去看看，应该是这一栋吧，最高的应该是百货公司。好，先治疗一下。OK， 那就去百货公司这里看一下吧。哇，好大，好高一层楼哦！哇哦，里面有 NPC， 这里有一个绿宝石的图案，他是商人吗 ？Item Trader， 物品交换，物品，他是收购的，收购的人。好，那我卖一卖吧。蘑菇，蘑菇有没有收啊？大蘑菇怎么没有收？我在刚才只有看到小蘑菇，然后，他的球也可以卖回去耶，球也可以卖回去。这个蘑菇不收耶，只有小蘑菇可以收。这个收购商比较难买耶，之前他都会自己判断。有了，然后线，这个都要自己选到固定的位置才能卖哦，这样有点麻烦哎。然后蘑菇，这个蘑菇真的不行哎。真奇怪，那这蘑菇要干嘛？先丢着好了。好，那么我就。有没有买东西的地方啊？楼上这是该不会是电梯吧？有电梯，我们来坐电梯。好，那说什么五楼、六楼？好，我先去二楼吧。这是到的意思吗？门都没有关，瞬间到了，真的到二楼嘞。他用瞬间移动的哦。好，这个是卖东西的吧？好，有，可以买东西了。带一下宝贝球。好，然后超级球。看一下有什么要买的呢？这个好像没有逃脱绳想要逃脱绳，不然跑到很里面的话就很出来要好久。好，我们买一下，然后奢侈再买一颗。超级球，好，其他的就存起来。不对，我们的普通球再买多一点，之后应该会遇到很多值得抓的神奇宝贝。好，我们还有五个绿宝石砖，钱应该够了。好，大概这样子，14颗应该够。好，那这里是二楼，好，我们去坐电梯，去三楼。他说，Battle 什么战斗收集？想卖一些装备吗？战斗中增加能力的东西啊，这个不用啊，这个太花钱了。游戏中我也很少用这个那种道具，可以增加能力，但是就很麻烦，就是会耗一回合啊。那你增加能力就会被揍。哇，这个是那个增加能力最大值的，哇，有50个绿宝石，果然很贵。这个游戏中每一瓶都要9800，对不对？超级贵的，而可以增加能力，这是有钱人才会去买，没钱，那直接走楼梯好像比较快。这里是卖什么的呢？招式机器光泽电炮啊，这好像是钢系的招式吼。守住麻猫里守护，这招也不错啊，可以骗招，然后倒背打这个好这个拿来抓神奇宝贝好用。可是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角色可以学，光墙、阳光烈焰、充气弹这个好像格斗系很强的招式不过命中率只有70%，我大自爆。
火属性的超强招式。哎，我们的火字机会不会学到啊？我们的，哎，我们的那个力撞机不知道会不会学到打雷？因为我的美丽羊好像会学到哎，暴风雪，我这边的招式还不错哎，哇，破坏时光都有，破坏时光，哎，这招式还蛮卖的还不错，但是我现在应该没关系啦，我们之后升级应该都学得到，之后有需要再来买。然后再来上面的是哦，火之石这有卖哦。我记得石头在游戏中好像都卖2100的样子啊，好像记得不贵。那这里好像就21个绿宝石，所以一个绿宝石等于100块日币吗？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角色好像还没有需要用石头，还没有要石头进化的哦。哇，这个连那个特殊进化的那个道具都有卖耶，哇，很方便耶。都有卖，不错不错，升级卡哇都有哎，这个百货公司真是详细，卖的好多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要需要石头的啦，之后再来买。哦，已经到最高层了。好，这间百货公司真的是应有尽有，还不错哦。之后存够钱，然后有需要可以在那边买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第三道馆就。这个城市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吧，顺利解决了。那我想等一下，往前进看看，还是要去胡说树那边看看啊？我记得好像这边的前面的道路是不是被挡住，然后只能从胡说树那边走的样子耶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下集再来看一下。那这集差不多就先到这边结束咯，那之后我会去刚刚那个草丛那边去练一下等级。我们这边波波想让它进化一下，然后绵力羊也想让它进化一下。好，大概就先这样子咯，那我们就下一集继续冒险前进咯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之后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在 G2A 平台中可以找到更多游戏，别忘了输入 ONI 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